上一集里面，人夫完全被蒙在鼓里面的，以为自己身在天堂里面，在那里挑选自己心仪的年轻美眉们，却不知道在棚内的一切都被在后台老婆们看在眼里了。人夫的台前说的一套，哎呦，人妻在台后后随即戳破他的谎言。而在本集里面，四位人夫的命运又将会如何？哎，这场看似甜蜜温馨的盲选大会，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即将引发家庭革命的盲选大会。哎，最后的结局又会如何？咱们继续看下去。比如像我，如果跟我太太出去，她人家一看到我，就叫她穿保守一点，她就会接受我这个意见。那她二十号说不可能嘛？不可能就把你化掉。所以你老婆现在去海边玩都穿连身泳装吗？之前是这样，现在至少会穿一个那种围起来的，就是它不会全露，除非我们到那个像我们上去澳洲，就是外国人很多地方就比较 OK， 要不然的话，对。那因为我是外国人。哦，你是外国人啊？对啊。他国籍，他看起来看不出来。哦，所以他比较国籍不一样。而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身材很好，不露很可惜？我13岁就穿比基尼了。跟我爸爸一起游泳，爸爸也穿比基尼吗？不是，就是爸爸带我去游泳。爸爸带我去游泳的时候，已经穿比基尼了。我真的觉得你对于交往中这样的爸爸，常常都。一鸣兄，可以借我看一下你刚才的三个名字吗？思敏，对，思敏，然后还有是蜻蜓，蜻蜓跟香怡吗？你刚才问话的对象是19、20跟13，也我是对长头发的女孩子比较有迷思。你的眼光也不错，可是好像没有刚才没有对到，你要不要再试一个号码？我刚才是13跟19跟20，14号好了。14吗？好，14，你想跟他聊什么吗？想跟他聊。你管不管钱？我管，而且我是处女座，所以。就是对于一些小细节，其实我还蛮就是 OK 的。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都好的，对，我又做家事，然后又按摩，对，又按摩的那个。我也是处女座，而且胸部又大，好吗？之前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会帮他付水电费。你们对星座有意见吗？处女座不行吗？我上升星座也在处女座。我 O 型。我也 O 型啊。哦。处女座 OK 吗？四位。处女座。王仲平，你太太是处女座的。我太太处女座的，这不 OK。因为摇头摇的处女座，处女座，聪明个性。我是处女座受害者。处女座很优秀。王仲平，如果婚前发现太太是处女座，还可以娶吗？婚前傻傻的，不太了解，不太知道这些。随着婚姻的那个，就是其实他，其实他会很理智。他很理智，他对财务的家里的一些规划，他会蛮。我觉得太太这个很重要，蛮用心的。所以，比如说你有时候会跟他说，你想要做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他就会问你说，那可以带来多少的收益？然后我有时候，比如说我跟他说，最近我种了一颗香水柠檬，然后结果了，那我好开心，我结了4颗，我就跟他说，哪一天我特别带你去，我们去把它摘下来，回家来。他就跟我说。你那个回数票再加上你那个油钱哦，你那个直接去市场，贵，对不对？这么不浪漫，你太太？他只是你不会这样吗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应该会比他还要兴奋。放屁！这个女人真的好讨厌。放屁！同样真的是一种同样处女座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相信处女座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就是我是那种男朋友开心，我会跟着开心的那一种。是啊，那你几号？几号？对不起。14。可是他还是处女座 O 型，这没有改变哦。4号。王中平换你了，你好，你希望跟几号聊聊天？我希望跟那个10号聊聊天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对。你想问他？因为10号是喜欢大自然嘛。对。那我想，我想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可能跟一个人，然后就是在大自然过自给自足的野人生活？你知道吗？你就漂流到荒岛。食品安全啊。自给自足，自己种菜，对，自己种菜，自己种稻，真的还假的？然后自己盖小木屋吗？对对，而且房子还自己盖，然后回来搭起来，衣服自己编。衣服可以。那个十号已经离开我们摄影棚了，成龙式转头就走，这压力太大了吧？对，男友在，我们不要说真的发生，男友跟你叙述这个幻想，你听了会觉得浪漫还是毛骨悚然？这可
出来试试看，就是听了会凑去说，哎呦，听起来不错，感觉蛮好玩的。哦，还愿意跟你继续往下聊这件事。对对，就是因为那个乡下生活还蛮有趣的，你可以用那个柴窑啊，然后煮饭、烧开水。有问题吗？啊，你还要问哪个号码？我想问七号哈，因为七号他喜欢去阳明山嘛。牵着狗，对，然后如果说呢，去公路，就是一起走，然后可以跟你介绍很多树啊，怎么样啊，哈，然后其实你就是漫无目的的走，也许就走到尽头，晚上，走到晚上了，你也你的题目到底是什么？快上直接的走，然后走到那边，然后其实可以在那边露营这样子，野营，这个跟第一题一样嘛，就是要在野外生活。这个只有在野外生活啊！是啊，基本上他的人生愿望就是要漂流到荒岛去。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基本上你是要找一个女泰山的，是个女泰山。所以你想问他可不可以住宿？野蛮人是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参加野外求生节目啊？那住在阳明山，他住在饭店里吗？很喜欢大自然，阳明山哦。我觉得他的意思说偶一为之的这种浪漫可不可接受？对，七号就性之所至，然后不去住旅馆，最后搭个帐篷露营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刚刚他说那个野人生活，我就觉得蛮有兴趣的。哇，可是王中平耶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王中平是王中平是迷人的吗？算是。所以你也不介意男伴比较年长吗？不介意。OK， 可是中平兄，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状况，你可以露营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其实我还蛮会生活的，而且，在野外很多很多的植物可不可以吃，我们大概都还。所以这样，康永，你的问题很奇怪，什么你可以露营吗？这是什么问题？就是露营很难呢，他要弄帐篷，对啊，你要生活，你会搭帐篷吗？搭帐篷啊！我想我生活真的我很厉害，就。那个很会野外生活，然后你也能够辨认有毒的植物跟没有毒的植物。就是可以吃的几种大概都还清楚这样。那如果熊来了，你也会逃吗？熊来了就停止呼吸就好。熊来了，其实我应该跑得比女伴还。那么喜欢狂野的大自然吗？等下你是有邀，你有跟你老婆做过这个邀约吗？我有，我有被拒绝是不是？我曾经跟她说呢，就是我们去露营。然后就用帐篷，然后他说，哎，那去找一个什么露营区吗？我说不是露营区，就是我们去找一个地方，就是山上，没有什么人，然后你就是再把帐篷搭起来。所以七号跟十号你都聊了，你还有一个号码，你想要问什么？一个号码，我想，十六号，因为他喜欢骑自行车嘛。十六，哎，骑自行车，那我也很喜欢骑车这样子，就是说，骑自行车这样环岛，然后自己带帐篷这样子 OK 吗？也是住在野外吗？骑到天黑，然后对，就 OK 吗？十六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一直很想去露营，因为我觉得露营好像蛮酷的。还没有露过营？就只有高中的时候去露营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就不太野外的那一种，就还好。可是如果是他帮你生完火之后。他要吃降血压的药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。大叔，所以如果是跟王中平单独环岛，你愿意吗？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有趣，就长得也很有趣，我也不知道。长得也有趣。七号、十号跟十六号，我说实话，十六号跟他站在一起还蛮配的，很有趣。好，中平借我看一下你的三个名字好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陈燕玲，燕玲吗？燕玲在哪里啊？小芝在哪里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我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两个字福宝，福宝举手，福宝，福宝，你是讲真的吗？福宝，哎，王中平。你真的很厉害，你真的很有福报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耶！什么事？他是觉得他长得像我儿子吗？你好厉害哦！你比刚才其他人都厉害，都选中了，选中，太准了！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准呢？点点讲沙挖工，你很会看女人呢，太厉害了嘛！难怪你要骗老婆。他刚才那么，我因为我们这简直是奇迹，这怎么做到？
因为就说了，我很喜欢观察人，就是我希望我是以后是个小。你怎么可能刚才靠眼睛看的名字，然后跟你问的号码对得起来啊？是吗？你太怪异了，你就是太猛了。你是凭哪一点知道那个人是他？你是验尸官吗？你是。等一下再揭晓哈。好，国伦，第一个号码你想要问哪一个号码？我有点糟糕，我都没有在记号码。没关系。你就凭印象说刚才有哪个人讲了哪件事？其实我觉得你们今天问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生活习惯的问题。OK， 对。可是我觉得我不太 care 生活习惯。好，那你讲三个，你讲一个问题，我就帮你找一个最适合回答的人好了。喜欢我的歌的举手。喜欢国伦的音乐的举手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位。这么少？我已经觉得很可怕。人不放风福利多，古人幕后带杀气。所以四位男士现在要这样子喽，等一下幕会忽然落下来，刹那。然后呢，你会凭你们的眼力以及刚才交谈的过程，你们要找到你们刚才最有感觉的人是谁。好，这个是今天人夫的放风时间，所以你们可以做在你们夫人准许的情况之下 ，OK 了所做的事情。三、二、一，请讲。喜欢国伦的创造力的举手。哦，全部。那我就了解那五个，那五个是几号？三号。刚才说喜欢国伦音乐的有二、三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。十七就是要跟你舌吻被胡渣刺的那个。跟你舌吻那个。跟几号？跟二十。我比较想跟你讲，就是我帮你问一下三号好。好，来。三号，你喜欢国伦的音乐的哪一部分，还是特定某一首歌？都蛮好听，像眼泪啊，我愿意那些都蛮好，而且刚刚唱那首也超好听的。虽然这女生还算有眼光，她那超好听的。对，所以你有在那个 follow 她的创作是不是？就是会看一下，然后看到作曲作词，你就会看到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喜欢。你有在 follow 她做的音乐？因为常常看一些节目，然后都会下面就会有作曲作词这样，然后就会看到。对你的音乐有感觉的，我觉得那五个当中有一些条件不错的。然后你还在乎哪件事？我帮你问。不然我来问一个十三号好了啦。十三，请问十三号，可以跟你借重机吗？你有在骑重机吗？我想你哪画得到地啊？他这辈子都没有想骑过重机，什么时候开始想学重机了？莫名其妙。不是小亮哥吗？哎，如果有男生用这个说法说，你可以教我骑重机吗？这是可接受的邀约吗？可以接受。可以吗？嗯，他很大方啊。真的有教过吗？我目前还没有教过任何一个男生。可是可以接受教对方？可以。OK， 因为我觉得重机还蛮酷的。其实到我们这种年纪。有一台重机是，可是我是怕你那个安全帽戴不进去，然后就会在那边流汗。我觉得你对我有好多成见啊，因为我是大头鬼。我来问一下十四号了，十四，你喜欢讲话吗？你好，我喜欢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是重在沟通。所以吵架没关系吗？我觉得吵架没有关系，因为吵架是一个更了解对方的东西，然后彼此沟通其实更了解对方。对，国伦，刚才你问的问题是三、十三跟十四。对，十三。你有名字吗？来，借我看一下。第一个名字是小曼什么？小曼。这是贝儿是不是还是什么？有一个小曼，有一个贝儿，还有一个。这是什么？三十。陈什么杰伦是不是有这个人吗？杰伦。有杰伦吗？什么杰伦？陈杰伦。有杰伦，然后有贝尔吗？对，这是贝尔。然后有小曼吗？有。你的命中率也很高哎，还不错哦。真的吗？算厉害。还不错。有一个就是有命中率，对不对？嗯。不过刚才其他谈话对象也都选得很不错。三号不错啊。但是我替你选的哦。那我可以改，我加三号呢？三号有算在里面吗？你等下凭自己的感觉看哪一个是你讲话的对象。好，好，所以四位男士现在要这样子喽。等一下幕会忽然落下来，一刹那。然后呢，你会凭你们的眼力以及刚才交谈的过程，你们要找到你们刚才最有感觉的人是谁。如果成功的配上的话，
会怎样？人就可以对他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是合法内的事。比方说你要抱着他离开摄影棚，哇，好兴奋！或者你希望他在你脸颊上亲一下，哇，都可以。好，这个是今天人夫的放风时间，所以你们可以做，在你们夫人准许的情况之下 ，OK 了所做的事情。好，那就等一下白布降下来就祝福你们能够成功。那我必须要提醒的就是，其他几个人，尤其是王中平命中率是非常高，所以你等一下就照着你的名字寻找人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易明兄，你刚才的命中率很差，所以你就要把你那几个号码排除掉，然后选些别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阿水妹妹准备好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汉典，好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等一下就要请你把帘子快速的降下哦。一次，好，一次就降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四位男士准备好了哈。三、二、一，起降。紧张，紧张，刺激刺激！四位人妻眼中带着怒火，准备前来兴师问罪。然而，四位人夫在经过一番的联谊访谈过后，现在满心期待要跟新的女生做最近距离的接触啦。到底现场是否会引起家庭革命呢？让咱们赶快回到现场看看。有没有命中？对不对？这个画面多好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选得很爽嘛，对不对？再选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。什么样子的状况？我觉得太可怕。所可以吗？我觉得心脏痛哎！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是谁把板子给我写到全满？还有你啊，不是有著名心血管疾病吗？对啊，萧景宏，你是在选看护是不是？不是你。为什么开始喜欢骑重机？你倒是跟我讲一下，重机是不是？对，你们都好好吗？20个人。你连累了处女座 O 型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以前婚前真的是这样，但婚后真的会变。你为什么婚后变这样啊？不是因为婚后嫁给一个无趣的人你就变。你知道阳明山我也很爱去，可是他每次到了阳明山，他会把我放在车上，然后他会在旁边看松树看很久。你干嘛不跟他去呢？我脑溢血了，我觉得。因为一到松树那边，他就会告诉。跟你分析这棵松树是几年生，要怎么插枝，怎么剪，怎么弄。哎，你要佩服你先生，他命中率非常高，非常高。他瞄一眼美眉之后，三个美眉，他竟然能够猜中两个，哎，太厉害了！那个真的是瞎猜的，瞎猜。而且非常知道他喜欢哪一类型的女生。你真的这么爱福宝吗？因为我想说，他这样子，那到时候我去那边可以帮我那个遗书啊，可以帮忙扛一下。哎，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，你们什么时候把这四个福禄寿喜带？哎，我觉得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刚刚的他们才是真实的。你看现在那什么，我们刚才在小房间看到电视，你知道每个认真做笔记，然后整个认真的，真的好像在相亲一样。哎，一鸣，你刚问问题的时候，我请教你，肖太太就是再也不拥抱他先生，说没有。你先生说他出门工作的时候，你已经不会抱他了。我怎么会不会抱他？他每次工作回来，我都会说老公你好辛苦，然后会抱他。他说没有。他说你刚刚说哎去赚钱的呢？我从来没有讲说去赚钱，都是他跟我讲说你这礼拜怎么都没有通告。没有啊。对，而且我刚刚出门的时候，赶快揭穿他们的真面目。而且他刚才不是讲说我不答应跟他去环岛？对，他从来没有揪过我。而且他说我不喜欢坐摩托车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每天都骑摩托车接送小孩上下学，我哪里错？你看，假的，对，就像易明也是。你看，他说他很重视眼神，可他现在看到的都是眼白。怎么可能？他说你的眼神只有杀气而已。现在是真的，真的蛮杀。我现在不杀很难啊。哎妹，我觉得阿提形容你并没有错。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哪一个人会很温柔看着对方？你们是？我觉得我选对了。你看啊，我刚才13号有画一个星星，你看奶星就13啊。你在13那边还有12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我画掉大部分。而且刚才我们猜说老公会猜哪一个，我就猜对了。真的？你有猜对吗？我有猜对。真的？然后三个我有猜对。所以你知道你老公喜欢什么类型的是不是？这个。就这个。而且你不用跟我打招呼，没关系。
八号你也可以往前一点。这个妹妹还有参加过你先生的签名会。哇，你可以回去。萧敬腾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老婆生日。你竟然出现在这里？我老婆生日礼物啊！你怎么这么收到这个礼物？你还接这个通告？你敢接？怎么挑今天呢？赶快说，你通告费就是要买生日礼物。太悲惨了！黄国伦趁机偷握手，方乃馨当场记账。我们你的重击师傅来了哦。想学重击吗？对啊，再跟他去环岛，还跟人家借重击嘛？国伦看一下十三重击，很漂亮哎。十三真的很漂亮，没关系，你看啊。汤圆，我觉得我脖子突然扭到了。没关系，你刚才有写杰伦，你刚才写杰伦的。杰伦对。你只要去看他自己喜欢的型哎。你看他脖子扭到了吗？不是脖子扭到，他腰没扭。三位举手，八号、十三跟十九号。十三，你到那个，你请你到黄国伦跟萧景红中间去，好不好？来。康永哥，我觉得我老公应该也会喜欢十三号。你老公刚才选他有选十三吗？国伦，国伦，你的重击师傅来了。哦。想学重击吗？对啊，再跟他去环岛，还跟人家借重击嘛？国伦看一下十三，借重击，很漂亮哎。十三真的很漂亮。没关系，你看啊。你看啊，没关系啊，虽然你今天穿着爱心的衬衫，对，你哪来这件衬衫？汤圆，我觉得我脖子突然扭到。没关系，你刚才有写杰伦，你刚才写杰伦的。杰伦对。你转过去看。他是你喜欢的型哎。你看他不是扭到了吗？不是脖子扭到，他腰没扭，握手没有松，你看人家有握手。刚才有一个妹妹要跟你先生大舌吻，被他胡子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不要生气，哎，十七号是谁啊？而且还说什么胡子？十七号，十七到国伦啊！十七去国伦老师那边好。其实我为了展现我个人的大方，我真的不是那种善妒的老婆，我觉得我可以容忍我老公跟他舌吻，一定要。太好了，我可以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好机会嘛，国伦老师。大家朋友一场，既然见面就是有缘，没关系，你想用好不好？加油！没关系，真的。你看福宝就他。对。他，你刚才说他声音没有高频的那一位。对他没有高频，可是他就是他想要爸爸这件事情。我想郭老师真的，人家都这么主动表达他的情感，不然你用胡子摸脖子就好了啦。对。摸他的战场，快点！这么大气的老公，你有听到他说脖子是战场吗？对啊，我有。他说女生脖子是战场，男生要在上面战死。你在十七的脖子上战死。老公，要让大家知道，现场四个老婆我最大气，大方慷慨。你试试看能不能在他的脖子上站起。老婆，谢谢你，可以换一个吗？不行。十七号是今天全场表现对你最热情。对，谢谢，我觉得福宝，谢谢你，我觉得祝你好运。我们刚才听讲话说，对于有一些的声音都有一点回应啊。那个十一号，十一号你到国伦旁边去好不好？你跟福宝是一对的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他的声音，你对人家声音有什么不满？你说话，哎，好，就这样，对。你男扮女装多久了？就还蛮久的这样，对。我刚进来就是他的声音比较厚，可是你刚刚没有发现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的声音很厚。我就说他的声音，他说我的声音不好听吗？并不是，他的声音很特别，一听就记住了。不过我刚才听你说在乎你的音乐的人，我说我替你选了三，三很漂亮吧？相见恨晚。不是，我觉得音乐很重要，因为我老婆啊，乃馨真的是，她在小时候最喜欢的几首歌，竟然都是我写。我们结婚以后对到了。国伦刚才说顺畅沟通，包括吵架也没关系，可是要吵架算是一种激烈的沟通。所以刚才说吵架是可以沟通的，举手好吗？十四，十四有没有漂亮？
我刚才有选十四啊，很漂亮啊。十四、啊，对，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有写他的名字。叫什么名字？十四叫什么名字？寇乃馨。他还有写贝尔啊，对，第20号。而且他还把别人的人夫选的也把它记下来。对。他不要错过任何的。十号也漂亮。而且我有强烈推荐19号给艺名。强烈推荐。因为19号几乎每一个条件都是艺名。而且刚才问到理财的部分，好像19表现得非常好哈。来，19举手一下。而且他可以接受第一次约会就在家里，你听得很清楚吗？请问一下，对，你知道，一鸣，我算是割爱给你是，不是？我觉得19号是，他条件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很适合一鸣。你不要陷害我，你看我一句话都不讲。陈慧玲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严重的事情就是，13号刚才说他可以接受他的男伴拍戏的时候跟别人有亲热的动作。对，他说，然后一鸣兄说他感到遗憾，就是你到现在都不答应这件事。应该是这样讲。13 OK 吗？就是男伴可以跟人家演戏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所以你觉得不可以这样子的大嫂，是不是好像太不够大，太防范了？不是，我觉得应该要这样，这样他会尴尬。妹妹，相信我，以前姐姐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也都说我可以接受。可是为什么现在不行了？也不是，因为他后来都不讲。然后呢？那他就是还是，其实他都演了，然后就变成说，常常都是那个化妆师跟我讲，或者是，可是他刚刚说他就再也没有演亲热戏耶，要不要呢？我们来那个回顾一下。他说他每一部戏都有演。他说他很，他有设计了一个从额头亲到，所以这也是婚后的，而且还是也是人家跟我讲，也是那，而且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糗，也是一个化妆师跟我说，他就说，哎。因为你老公在节目上都说他不能演吻戏，可是我昨天有看到哎，然后就说啊，真的假的？他说对啊，而且亲好久，从头亲到鼻子跟嘴还有下巴，我说还有摸了两边脸颊。对，19，你到艺明旁边去好不好？艺明，你可不可以给维琳看一下，你说演戏的时候手要怎么样去碰我？不是在演戏吗？可以的嘛，先从这边开始，示范一下。哎，你是一哥啊，演一下。你不是已经怕很久了吗？而且他刚刚不是有讲到说，他说不可以一只手直接捞住，是啊，手指头要从食指开始这样。对啊，而且他那时候他已经变导演了，他比导演还要大。导演本来说只有那样，他说哦不，我们要那样才有戏，因为我比导演会演，导演不懂。不是，那是一种表演。是哦。哎，我觉得艺名需要音乐，来。啦啦啦啦啦。你要不要在维琳的手背上示范他那个1、2、3、4？其实就很简单嘛。你对我从来没有哎，难得的19号可以换金秀贤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可以换金秀贤，跟那个化妆师就说我要弄成金秀贤的头，因为他哎真的，他刚刚还讲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金秀贤啦，快点，跟大嫂做一下这个动作，叫他去秀，不叫手，不叫手，明君 C。其实它就很简单，比如说你要真的吗？放在走音乐哦，可以整套的吗？就是这样，然后脸来真的。你要摸个女孩子，一定是从上面开始摸，然后你摸的时候先手要抖动一下，还要抖动，顺一下。怎样抖？维琳收掉杀气，收掉杀气了。然后这个手要过来的时候是这样子过来。哇，好柔美哦。右边也有摸。然后这样子。哎呦。手顺着这个头发下来，搂到腰，再过来，超有经验的，超有经验的。其实没有亲到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你在家里都借位的，我们知道。没有拍戏是可以这样。在家里都这样，过来。哦，那也很刺激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其实奇怪，很乖啦。刚刚怎么一下那个音乐的时候，我整个也那个哎，有感觉吗？心情有变好吗？有吗？是。啊，下次我回去跟你演。以为是那金秀贤来了。哎，你们真的很严重，因为那个妹，她说你手机上在看那个都教授，你就会把他推开耶。
并没有啊。于浩然会把他推开？什么？他说他从背后抱住你，然后你说走开，然后你再看都敏俊。因为正在就是你知道我正在就是进入都敏俊的那个内心深处的时候，他突然那张脸，对呀，所以你真的有推开他吗？我没有推开他，我说你干嘛？可是你老公还算帅哎。你看哦，像我现在还有那个后片刘海可以幻想，真的。对啊，他没有弄成那样子。我一听说他看完那个戏，他很空虚。他唯一可以回忆的就是他老公长得还 OK， 很有那个头发有点像。你以后如果就像都教授一样，就是臭脸，然后没有什么表情呢？他其实有一点可以。对，因为他身材也。他刚才亲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小鹿乱撞？其实我是因为听到那个音乐，然后幻想到亲亲的。天哪！对，我觉得你们都中毒太深，像我就不准乃馨看这一部《从星星来人》。可是你真的什么来？圆圆吗？是什么？来自星星的你。是从星星来人吗？来自星星的你。是另外一部。小姐夫独爱长发妹，老婆却被蒙在鼓里。他喜欢长发及肩的。他追我的时候我是长头发，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一直都喜欢长头发，因为他一直叫我把头发剪掉。你不是说他叫你老婆剪头发？嗯，对。我想说，看能不能换个造型，让我们就是舒服，跟重新爱上他吗？对，不是重新爱上，就是可以，就本来没感觉，腻了吗？好的。说你先生都说那个声音就让他非常扫兴，因为你手机打铃就是这个声音耶。对啊，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家庭主妇结婚这么久了，我们其实有时候看韩剧对我们的感情是加温。虽然说我没有办法把都敏俊的脸跟他的脸凑在一块，身材也没办法，但我们会想象。对，想象当中感情，是因为这妹还可以比较好想象她老公是都敏俊，可是你老公很难想。因为我最近要去买发片了。十六号，麻烦你到王中平旁边去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你选择要一起骑车环岛的。啊，你这好像恋童癖哦，就跟你女儿都快差不多，对啊，年龄都差不多高了。好可爱哦，他跟我女儿差不多高了。十六号，你成年了吗？我成年了。你几岁啊？22岁。可是他很清秀啊。第一个，我觉得他好相处。你怎么知道？就是看脸。你为什么晓得？他活生生是孤儿院里面的女主角。这个像我女儿，然后福宝像我儿子。对，福宝真的像他儿子。他还有一个啊，他有一个全家一起去啊。还有一个是谁？十号是不是？对，那个十号麻烦你到王中平旁边去。你命中这两位，厉害吧？哇塞。哇，你喜欢的典型差好多。对啊，落差好大哦。天龙地虎不是、啊、健康，就是愿意晒太阳啊，晒太阳。后来我跟你讲，他不管什么样的女生，只要愿意跟他去野外就可以。还要求种树，而且要萧景红，你刚才有中一位哎。刚才萧景红谈话的三位是谁？举手。所以是湘怡吧？湘怡耶，他也选你名字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到他那个。旁边去吧，这个就是有参加你签名会的。你笑那么开心干嘛？是我哥，好歹人家也当过我歌迷好不好？你是连我唱歌唱什么都不晓得。你看他还帮人家讲话，在你生日的时候，他帮对方辩解。四位大嫂真的很吓人。而且你刚刚有问他说会不会做甜点？对，他说他很会做。怎样？我做的甜点你还不够吃，还要吃人家的吗？所以你会做甜点吗？我很会啊，会做。应该是砒霜蛋糕之类的。哎，没有，自己缝包包哎。没有，这一点是真的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我老婆因为我喜欢吃，所以她最近去学做了很多甜点，学她真的胖了。好的老婆，你也胖，因为这样我胖了。所以这一点是让我没有，所以我还是一样很爱你，好不好？而且是在你生日的时候，妹，他说你现在把他当成仆人在使唤，我并没有这样子。他说你都叫他去帮小孩什么换尿布，而且你都叫他 A， 没有，我都叫他爸比。OK， 对，而且刚才阿迪他所选的人的女生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很会变少，他很在乎这个，因为他不想再变少。所以他刚才讲，他刚才选说要很会变少的，然后很会照顾老人家的，我就说他就是选看护啊。他喜欢长发及肩的，你妹是现在常常把头发盘起来吗？没有，头发是他追我的时候我是长头发，
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一直都喜欢长头发，因为他一直叫我把头发剪掉。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越短越好。所以我原本到屁股，我现在已经到就是剪锁骨这。你不是说你是长发控吗？对啊，我是长发控。我觉得那什么，我觉得那是因为对女友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把他当佣人了。啊，没，我从来不敢把他当佣人，他是应佣，他是老板。不过 May 刚刚讲的很对，就是萧景红今天录影兴致非常高哦，是不是？好嗨哦！哎，你如果是长发控，你干嘛叫你老婆剪头发？嗯，因为我想说看能不能换个造型让我就是舒服，重新爱上他吗？不是重新爱上，就是可以新鲜感吗？就本来没感觉了，腻了吗？好难回答。所以你就继续留长吧，就让他满足他的长发控啊。因为我跟他讲说，你是不是喜欢长头发？那我头发就为你留。他说不用，你就是看，就再剪短一点。我每次剪完头发，说你就再剪短一点。没有，然后就每次都越剪越短。然后我不知道他其实是喜欢长头发。我们最后的仪式是这样子，就是大嫂呢跟他们所选中的女生会并排站列，然后男士必须要从其中一位牵起他的手，然后离开我们的现场。所以19号，你要跟陈慧琳并排站列哈，站在我们的门前面。宋一鸣先生，请你起立好吗？哎，这个是虚晃一招嘛？所以这边有两位女生哦，你要牵差不多高哦，你要差不多高。意思是你要牵起，不小心会牵错是吗？而且头发也都有染过，很难认哈。皮肤也一样白，难选哈。会牵也是牵错哈。我这不会牵，不会牵错。真的吗？如果牵错的话，牵错我回去好好让你处罚一下。好，牵起一位，然后离开我们的摄影棚吧。宋一鸣，请牵一位。好，请离开吧。哎呀，选了夫人了。能不选夫人吗？看你们自己啊，你可以选福宝啊。可以选福宝，真的，钟明哥。13号，13号，麻烦你到这边来。来，妹，请你站到13号旁边。来来来。要死了，我怎么选一个？哇，小景，这是我加油就对了。妹加油加油。脖子抬高一点。Follow your heart。还好今天有包头，你再来可以撑一下。来。你笑得开心干嘛？萧景红 ，OK， 就我就牵手之牵起手之前，可不可以对于你干嘛挡住你老婆？牵起手之前，可不可以对于太太生日这件事情，对太太说一句话？很难吗？还要再考虑？他真的很杀气，我觉得没有好凶啊。这骑虎难下，我的妈！啊，老婆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很不浪漫，然后也不是那么贴心的男人，但是我一直都对你是真心真意，我从来没有想说要乱搞，真的没有，我连在路上看别的女生都不敢，所以今天是真的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。7年前，我那个年轻、那个热血澎湃的。今年是因为看到他吗？啊，热血澎湃。就是还是男孩的时候，但是对，可是回到真实生活中，回到真实生活中，我还是必须当一个。什么叫必须？好像不。你这段话真的让他不高兴哎。无奈哎，对不对？所以太太生日。我让你啦。太太生日，你的表现是什么？你讲这样，他有比较高兴。对啊，对他更惨了。我让你啊，让你啦，喜欢身高比较高的是不是？萧景红太太生日了，好了，生日快乐。然后耶，亲一个吗？希望你的，希望未来你的生日都是妹是在躲他吗？身边陪着你，那能够当你最好的老公。哦，一名赖账，很甜蜜啊！你要亲一下吗？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从头发开始亲嘛，从头发、额头、鼻子，对不对？你躲什么？怎么那么大？好了，离开现场了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黄文心两难，选择与福宝远走高飞。后来听我跟你讲，小 S 呢，
在你们离开现场之前，他必须要看到黄国伦用他的胡子磨蹭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的战场。我觉得我要跟你讲，我爱你，我是你永远的老公。那不然？但是我要带他走，因为福宝需要一个爸爸。初恋，请上战场，对不对？这里才是战场嘛！来，浩然，浩然，麻烦。旁边很怪耶，很像妈妈带小孩耶。我怀疑你先生会牵谁的手？钟平兄，麻烦你。好。钟平哥站中间好了，像不像？对啊。像不像爸爸妈妈带孩子？真的。天哪！一家人呢？一家人呢？钟平，所以下次就约。十六号一起去玩骑车啦，骑车，然后搭帐篷。约谁骑车？就先约你啊。先约。不要。浩然如果没有空、没有兴趣骑车，可以让十六陪他骑吗？我都有陪他骑车，而且十六还在发育，这种年纪其实不适合骑太热烈的那种。他已经22岁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陪你老公去摘那四颗什么东西啊？柠檬香水柠檬香水柠檬香水柠檬，那个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不是，因为一趟车程到那边大概要1.5个小时，而且还要走山路，那我就觉得说要走这么远，只为了摘四个香水柠檬，好像有一点远。那可以请小芝陪他去摘那四个香水柠檬。小芝愿意摘香水柠檬吗？如果摘得到。因为树干它都长很高啊，它可以抱你嘛，对不对？你摘得到这么高而已，真的。黄忠平，这就你什么事？黄忠平的选择呢，不是牵谁的手，是他要牵着太太的手离开，还是他要一手牵一个，两个都牵走？还可以这样哦。好，黄忠平，一二三，牵吧。对啊。放风时间到了，放风结束了吗？是是是，拜拜。但是你是跟我梦境最相接近，这样最相近的哈。算了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好，小芝请归队哈。来，17号，请出列。福宝，对不对？乃馨，乃馨，麻烦你。哎，我觉得谢谢。康永把17号叫出来，这样我就不需要挣扎了。你就选17号是不是？老公，你不用挣扎，你跟他走吧。你到他们中间来。来来来，国伦现在有两个战场在他旁边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来，没关系的。老婆，我要讲一句话，老婆，你也知道。你也知道我大方。我们两个是 soul mate。还好。所以 I don't care 我们的习惯、生活习惯来源于这。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，我不在乎你跟他舌吻。寇乃馨，寇乃馨，我跟你讲，小 S 呢，在你们离开现场之前，他必须要看到黄国伦用他的胡子磨蹭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的战场。我们不要让大家失望。我觉得其他的人夫都太那个哈。他们都太做作。老师，你留胡子不就是为了要磨蹭别人？我觉得不一定要找老婆的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让喜欢你的歌迷、影迷一些得到一些鼓励。所以老婆你说的哈，黄国伦现在即将要选一个战场，战死在上面，3、2、1，开始选，加油。还是他。没关系，加油出征了。但是我要做一件事，我觉得我要跟你讲，我爱你，我是你永远的老公。那不然呢？但是我要带他走，因为福宝需要一个爸爸。哎，真的要这样？乃馨，麻烦你站到队伍里面去吧。好，谢谢各位妹妹今天配合我们一起参加今天的联谊，谢谢各位，辛苦。